好，嗱，如果有人话，哎呀，担心啊，死啦，我第日唔知道有冇人照顾我啊，我病嗰阵时点算啊，有困难嗰阵时点算啊，咁样。其实我哋每一个人都可以遇到困难，但系喺喺以赛亚书咧46章嗰度讲到咧，佢话咧，我哋自从出母胎咧，神就怀抱我哋，就直到我哋发白啊，头发白啊。神都怀抱我哋，即系神系时时咧同我哋一齐嘅。咁样咧，就算有时啦，真系有啲长者连亲人都冇啊。咁佢系好困难。嗱，我都唔知道我自己将来点啊。有即有一日我受逼迫，俾人捉咗去坐监，但我话唔紧要，有神嘅同在，神同我一齐，饿死咪饿死咯，咪上天堂咯。啊，病咁我咪有神照顾我，如果我真的一路病的，神的亲近神减轻我的痛苦，即是说呢，就算世上的东西都没有晒，都不代表我要很惨的。咁其实有时惨的最惨是什么呢？都未发生就担心了，咁就担心几十年。其实真正困难的日子可能都没有，或者有，但是那个日子其实不是很多的。咁就担心几十年还惨过，个担心大过嗰个实际嘅问题，咁呢个都系我哋人生。有啲人咁噶，哎呀，死喺呢度痛，系咪癌症咧？佢嘅担心其实都唔系癌症噶，不过可能胃痛啊，呢度扭亲啊，又系死啦，咪癌症啦。佢就成日惊癌症，咁啊个惊咧，令到佢后来真系有癌症喎，即系个惊制造问题，唔系佢真系有癌症。咁呢个就系人嘅惊恐啊。担心咧会产生问题。我哋信神，我虽然行过死荫嘅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。你啲杖、你啲竿都安慰我。行过死荫嘅幽谷都唔怕，因为神与我同在，神会照顾我嘅。咁个心里面咧就平静啦。即系有时人嘅担心就将问题扩大好多好多倍，系唔合比例嘅，唔需要担心嘅。但就担心变咗痛苦啦，活得痛苦，活得凄凉，咁系不必须嘅。咁我有谂过嘅，真系，譬如我真系，譬如第日受逼迫，我去传道，俾人逼迫，或者敌基督出现喺末世嘅大灾难，俾人打，我又唔紧要啊，人打都咁上下就会上天堂噶啦。咁我就会谂，最多咪死咯，最大咪死咯，死又上天堂。即系我已经有心理准备，就算俾人打都唔系惨嘅。亦都可以求神接我的灵魂。有时有些人真的很惨很惨很痛的。第一呢，现代有吗啡针。吗啡针呢，有些可以食，有些可以打，有些可以滴。滴是怎样呢？入滴落血管，那个人好像半昏迷状态。譬如有些真的 很病得很紧要，他是可以滴吗啡针，他好像半昏迷状态慢慢离开。那这个即是现在有的药物，就算没有，神啊，我生命交给你，因为世人就是担心，所以就世人就活得很凄凉。但是我们信耶稣呢，我们就不是只是信耶稣救我们天堂，我们信耶稣今天帮到我，几困难都好都帮到我，那个人就轻松了。那信心，神给我的说话很简单，神应许我放心，神做事我放心，他应承了照顾我，他拥抱我，我就相信了。神答应了我爱他，他就为我预备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未曾想到的，所以我就专心爱他，神就搞定我的事情了，他为我预备我想都想不到的事情。所以信耶稣都有两种的，两大类，有些人就很信神的恩典，有些人就很担心的，成日都担心，他就信耶稣但是活得很凄凉，我们就可以活得更加好，享受神的恩典，就越是这样就越健康的，越烦恼就越多问题的，越多不开心的。所以鼓励你多些亲近神，依靠神，深信神照顾，就算没有人照顾不死得的，不要紧的，那个心就轻松了。